麦总，你在听吗，麦总？你听我说，办结婚登记，还有给孩子上户口的事儿，稍微放一放好吗？我现在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跟甜甜的爸爸一直斗下去。这个老家伙从头到尾都没相信过我，我一定要证明给他看，他是错的。本来我没想对甜甜怎么样的，一方面我怕对不起你，另一方面我也怕伤害甜甜。可是现在，这都是他爸爸逼我这么做的，他不仁，也不能怪我不义了。你说完了没有，麦子？我要跟甜甜结婚了，但是我爱的不是她，是你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知道，你肯定不会理解我的，但是我没有退路了，麦子。帮我选一只求婚的钻戒。随爸爸还能吃是吧？啊，没。老段，给我抱一会儿。别换手了。给我抱一会儿。嗯。来，妈妈。看看能不能睡睡。哎呀。哎呀，小东西。哎呀，还这懒腰，真的。哎。嗯，哎呀，看看能不能睡。你放那儿吧，一会儿我来洗。啊，没事，我去烫烫。一会儿他再背他。这会儿，等朵朵要是睡了，你把你的衣服给我拿过来，我洗了啊。不用，我自己洗。那不行，你都给我洗了，来而不洗非礼也嘛。谁啊？是婷婷，我让她来的。哦。你好，老头。王帅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。快快请进去。麦子呢？在里边。哎呀，小董事，王帅也来了。必须得来，我得亲自护驾。接您家千金可是大事儿。真漂亮的小帽子。接谁？哎，婷婷，哎，轻点啊。轻轻的。哎呀，哎呀。兔奶奶，拿这个擦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不乖啊！哎呦，又长大了，宝贝。是啊，几天不见就长这么大了。看叔叔。那个，婷婷要把朵朵接走啊？嗯。接哪儿去？接他们家去。干嘛？腾飞，我今天想去跟你办结婚手续。然后就让婷婷过来把朵朵抱过去，帮我带一天。结婚手续？啊，你听我说。那个，麦子，
你能回避一下吗？我行行行，我回避。喂。哎，刘丽，麦子想跟我登记结婚。好啊，这是好事儿啊。但是我觉着麦子好像跟我感情没到那个程度啊。我想，麦子应该是为了孩子吧。那我，德飞，我觉得麦子这么做是对的。你们应该先结婚。至于你觉得没有感情，你们可以慢慢相处嘛。你对他好，追求他，先结婚后恋爱。谢谢你，刘丽。再见。哎，大成子，你马上到那个我的婚房来，马上，立刻啊！麦子，打完了。麦子说：“谢谢你，为了孩子跟我登记结婚，谢谢你顾全大局。你放心，我肯定对你好，对孩子好。”我刚才话没说完，你就把我支出去了。我是想说，我们俩呀，先结婚。给朵朵办一个户口，是朵朵现在需要办户口，是吧？是，今后，以后我们俩再把婚给离了，你看这样行吗？啊啊！去哪儿了？移民证去。没事。是不是还是有幻想啊？你对他有没有幻想，跟咱们这事也没关系。有关系啊！谢谢你结婚的。你对他有幻想，恭喜你们啊！哎，谢谢你们。那如果要对唐英俊没什么幻想的话，给孩子上户口，咱们就试几天呗。当然是在精神层面上是。
乔曼。哎。哎，户口本先给你。哎，结婚证啊。哎。第一个，恭喜你们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孩子叫什么呀？唐多多。到底叫什么呀？他得姓乔。姓唐，孩子哪有不姓爸爸的姓的？两位，后边还有人排队呢，要不然你们俩先找个地方商量一下。你好，你好。麦子，这个事儿咱们还真得好好讨论讨论。不用商量了。一会儿咱们不还得离婚吗？啊，离婚可以，但是朵朵必须得姓唐。为什么？你看啊，你这么年轻，你得嫁人吧？你嫁一个男人，朵朵是个女孩，将来生活在一起方便吗？所以朵朵跟着我，而且得姓唐。谁说我以后要再嫁人了？我这辈子可能就一个人过了，所以朵朵跟着我。他得姓乔，他是我的孩子。不是，你干嘛一个人过呀？你这么年轻啊，我可以一个人过，我都这岁数了，无所谓了。所以朵朵必须跟着我，就这么定了。什么就这么定了？你回去看看合同，你不能违约吧，唐飞。合同写什么了？合同没写说孩子姓什么呀，就写说孩子出生了，我们俩就结束了。抓阄，好吧。好。就是这个，方法比较厚道。咱们抓阄，一个姓乔，一个姓唐，抓着哪个姓哪个，好吗？好好。行了，姓唐。那我先选择啊，这个，啊这个。到底哪个？这个。你怎么还改啊？不改了，不改了，就这个。不抓，她本来就应该姓乔，她是我的女儿，不抓阄，为什么要抓阄？抓，就这个，万一姓乔呢？这，就是这个，万一乔，就这个。耶，唐朵朵。不是，唐飞，她得姓乔，她是我的女儿，她得跟着我姓，她得姓乔。不是你出的主意抓阄啊，你怎么又打赖啊？唐飞他真的不能姓唐，他必须得姓乔。不是你嚷什么呀？你看你出的主意要抓阄，回头你又反悔，什么意思啊？唐飞他真的。你说你要抓阄，回头我给你抓了，你又哭天抹泪的，你难受谁不难受啊？你眼睛在哭，我心里在哭啊。你欺负谁泪腺不发达呀？我不哭了，我不哭了。唐飞，那我他真的得……哎，同志，商量好了？商量好了。嗯，找豆豆。您稍等一下。